终于来了 ，Hello Book。早安，今天要去这个 Onitsuka Tiger 101的旗舰店，那我们有个记者会，那我现在在准备当中，就来吧。我先稍微刷牙一下，然后等一下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要穿的衣服。那现在呢，我这个衣柜里面呢都是这个 Onitsuka Tiger 2022春夏当代的设计系列，用色呢其实非常的大胆。但是我今天呢要穿的很重要的是这一套，不要看这个好像很厚重，而且它其实是很薄的，就是穿起来是很舒服，我觉得很热，而且它这个有这个缎面的感觉，好像怎么讲，低调中带一点华丽。那我先稍微换一下，因为要换裤子啊。虽然我知道有一些欧美名人真的会直接这样脱，但是我比较害羞。等一下出来让你拍一点点。其实，在这个试很多衣服的时候，穿到这套的时候，我自己也觉得蛮不错的。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开始喜欢上喝咖啡，所以我有经过过这个很挑咖啡的时期哦。比如说你喝手冲你也喜欢，你喝胶囊你也喜欢，甚至你连喝速食店的咖啡，你都可以喝出它的美好。其实那是最幸福，因为像前阵子，就是我有一阵子就可能压力比较大，那时候我有肠胃有生病，吃的食物的种类就变得很少。但后来好起来，就什么都可以吃。其实什么都可以吃，真的最幸福的。那什么咖啡都可以很享受，其实是最幸福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我们现在这个当下是4月12号，然后今天也是我有一首新歌叫做《玩》，然后一个逗点，现场版的音源上架的一天。看到这边，赶快去数位平台《玩》这首歌听起来。现在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要去101了，期待吗？我也很期待，走吧。等等见哦。